基本上都是在表演当中，对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公开行程在哪里？是不是跟观众朋友，或是有什么粉丝啊、专业什么的，让他们赶快去追踪 IG 啊，或什么之类的？大家可以帮我搜寻 FB 跟 IG， 一样都是叫杂波音啊，然后帮我点赞加分享。然后今天是我们现在这一场是我们的 Lasto 最后一场大甲嘛，所以很谢谢。 粉丝还是来跟着我们一起，然后帮我们录影，帮我们拍照，你们也辛苦了。耶，谢谢，记得搜寻脸书，然后还有 IG， 搜寻什么呢？哎，铁粉对不对？铁粉很好，那我们再次热情掌声，先谢谢周跟娜，先稍微让他们休息一下哈，待会呢他们还会有更精彩的演出，那接下来呢还是要再来给大家安排听几首好听的。